次宝妈安琪带着快满两岁的龙凤胎一早就来到亲子馆报道。姐弟两人争执哭闹抢玩具，妈妈耐心安抚，因为来到彰化县政府设置的亲子友善环境，大人的心情很放松。在亲子馆有许多免费的活动，那外面的收费都很高，那在亲子馆都是免费，像捏黏土，然后还有婴儿绿豆。双眼看到所有玩具、故事书、治愈教材，甚至大人带着孩子们入场，通通不用钱，最棒的还有免费亲子课程。节奏的感觉哦，叽叽叽叽叽，咚咚咚咚，让宝贝两手去感受鼓的感觉。坊间贵桑桑的零到六岁课程，像是绘画、捏塑、律动，这里是小班制，两位老师带着六位宝贝们一起做运动。然后我们可以到处乱走，但是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小朋友跟他面对面哦。不只是对孩子硬体设备周全，就连育儿津贴，彰化县更是做全套。在生育补助完，然后零到两岁有补助，然后小班、中班，现在好像是一年就是读幼儿园也都会有补助，那再加上大班的免学费，所以等于我从刚生出来一直到大班，其实都有补助。对我生四个小孩来讲，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生一台补助3万块，那我们0到3岁啊，每个月花3000块，花到三岁是给中低收入户的。那最主要还是要减轻年轻爸爸妈妈养儿育女的负担。藤子333生育补助每胎3万元，针对中低收入户再提供每个月补助3000元育儿津贴，补助到儿童满3岁为止。另外，向幼扎根幼儿园中小班，每名学童每年补助1万元，大班每年补助3万。贴心服务设立8座免费亲子馆，免费宝贝学龄前课程，更有育儿指导员，不让新手爸妈手忙脚乱。爸爸你好，我是彰化县育儿指导员。那今天来，我想要分享，宝宝吃的10倍粥。从洗米、备料、煮高汤，营养副食品从头教起，让年轻父母照顾好 baby。可以，把它打散。全国最幼的育儿福利推行之后，看到成果。那因为我们这3年来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啊，我们彰化县的出生率啊的比例，我们是全国第一的。医生啊，鼓励我们年轻的人啊，都能够生育啊，养儿育女。彰化县出生人口多了1200多人，让彰化县总人数增加10.56%，人口逆势上涨，大家长为民鼓功不可没，地方政府的努力用心，中央在加码。少子化引爆国安危机，全国性的问题，彰化县政府有效降低育儿的经济压力，使得有子万事足的家庭生活更幸福美满。